在伦敦去年的夏天，然后我有听到那个 Jane 就是他报告说他们在塔斯马尼亚拍摄这个等身照的那个这个始末。其实我对台湾山就是等身照一直有这个想法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执行，我就去问他说那有没有兴趣来台湾拍拍看，就是我们台湾就是蛮值得一见的台湾山。拍摄台湾山等身照这个专案的话，必须要可及性高，因为我们会有大量的装备嘛，人员如果多的话，运补也是一个很大问题。还有就是其次，就是这个树当然也要它上镜，就是我们值得帮它拍等身照。那七兰的树，就是其实七兰算是北台湾啊最原始的森林之一，就是它因为它就是在伐木后期已经几乎没有伐木了，所以那边的森林是很原始的。那其实将近25层楼，就是接近30层楼这种高度，然后而且它的树基非常大，所以我们在由下往上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是一棵胖胖的树。就等到等身照出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等身照是用轨道系统这样一直无扭曲的拍上去嘛，拍上去之后，我们把它拼接出40张照片，完成一个没有扭曲的照片之后，就发现原来七兰的台湾山三姐妹她是这么修长。就跟我们原先想的完全不